今日同各位介绍汕头大学。汕头大学是1981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广东省属重点建设综合性大学，亦都是教育部、广东省、李嘉诚基金会三方共建的公立大学。学校目前是有12个学院、6个一级的博士点的学科，内地学生是15380人，外招生是52人。校区方面是有汕头校本部和过渡校区，占地面积126万平方米，总教学人数是900人，由3位院士和117位博士生导师，校训是团结、勤奋、求实、创新。学校借镜境外的优秀大学的先进办学理念和经验，引进校外的优质教学资源，形成国际化、精细化的教学特色。经过近40年改革探索，已经是成为了在办学理念、人才培育、师资团队、管理模式等等方面极具先进和现代化的高等学府。学校在2012年更加成为亚洲第一间工商管理类的本科专业，通过了这个欧洲管理发展专业认证的体系，即是 EPAS 的国际认证的高校，并且成为了教育部新工科建设4所领导高校之一。当年是连续打入泰晤士高等教育、QS 等世界大学的排行榜。学校实行这个国际基准学分制，实施英语提升的计划，等学生在境外交流和求职的时候更具竞争力。同时，学校目前是与英国牛津大学、美国密歇根大学、加拿大密吉尔大学、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、法国巴黎政治学院、德国杜塞尔多夫应用科技大学、以色列理工学院、瑞典西部大学、立陶宛 ISM 经济管理大学、日本神户大学、韩国延世大学、澳洲南十字星大学、新西兰怀卡多大学，以及香港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、香港科技大学等等27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超过100间的著名大学建立密切的学术交流合作关系。学费方面，汉语言文学、新闻学、国际新闻与传播、广告学、国际经济与贸易、工商管理等等的学科，每年学费是5510元人民币。英语、西班牙语、统计学、电子与计算机工程、建筑学、药学等等的学科是每年6230元人民币。应用化学、材料科学与工程、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、生物医学工程、电子信息工程、土木工程、环境工程等等，每年是6850元人民币的学费。预防医学、护理学、生物医学科学每年的学费是6960元。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、精神医学和眼视光医学每年的学费是7660元人民币。住宿费方面是900到1800元人民币一年。生活包括伙食费和杂项，大约是每个月1000人民币。对 DSE 考生的入学要求是中英数和通识是要获得3322的分数。至于还有哪些专业和课程是招收香港的学生呢？请参考招生指南的第227页。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先，多谢这么多位。